那月亮女神 Artemis 她其实就是有呵护跟保护女性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也希望说进来 Artemis 的客人朋友都能受到我们的呵护跟保护这样子。保养是每位女性这一辈子最难的课题，一不小心岁月的纹痕就会在身上留下印记。当我们为了生活劳心劳力的付出以后，是否忘了该好好爱自己？我觉得保养保健是不分年纪的，但尤其是女生她比较娇弱，我希望她有一个观念，就是保养从现在做起，保养就是又深又长，我希望能慢慢的导引她们正确的保养，这也是 Artemis 给予客人的一个关心的方式。我最喜欢她的黄金面膜课程，皮肤非常有感，他们用两种黄金面膜，然后他们还会用四道园艺的导入。像我前阵子去泰国回来玩，我皮肤非常的干燥，可是这个黄金面膜课程我的感受是非常的透亮，而且皮肤是细致保湿度很够，不需要特别做什么美白课程，它等于是一个全方位让我皮肤变状态变好的吧，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啦。不论是脸部保养或是身体舒压，感官觉醒让内在与自我做一个联系，借由芳疗师的精致手艺加上精油的香气，使得每一寸肌肤都能得到最舒适的享受。 Artemis 的特色就是我们以国际 NAHA 跟 RFDA 的芳疗作为基础，然后搭配古印度 Ayurveda 养生之术，再搭配我们的纯正精油来疗愈我们客人，帮他们在身心灵这部分做到平衡的一个保健。阿提密斯这边啊，因为他做的一个波筋的疗法，他会先敷上一层膜，让我舒服的休息了一下以后，我的筋膜都放松了，然后他们才会就是由浅而深这样子慢慢把我的经络拨开，很放松很舒服。那这边整个环境非常的干净明亮，来到这里就可以非常的放松，甚至常常就是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所以这里是我会想要一直再过来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课程呢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我们使用的是五行精油，另外一个就是维克斯的产品，它里面的肤泥成分，因为海藻会帮我们松掉你的筋膜，让芳疗师能顺利轻柔的拨到你的筋，达到了放松的一个状态。带着专业的态度和坚定的语气，品牌认为女性爱自己并不需要多么的挥霍，而是在一个简单舒适的空间里，让身心灵好好休息，沉浸在属于精油的香氛世界之中。我们以照顾女性为基础，对于孕妇课程、泌乳课程还有女性保健课程为最重要的诉求，因为现在外食族嘛，然后一些环境荷尔蒙会造成一些女性身体上的负担，那我希望客人进来不是单单的就是只有做舒压按摩，而是能再深一步的能做一些保健型的课程来疗愈跟保护自己。周总经理一开始接触精油，只是为了让生病的亲人能够放松心情接受治疗，但越投入精油后，发现它的益处让他越发兴趣，立志要将这份爱发扬出去。进来的客人我就把他当成是家人般的照顾，那我也希望能延伸我自己能照顾更多的家人或朋友，目前可能是北部，我把我这份热忱传达得更深更远，因为我觉得女性真的太辛苦了，有的职业妇女蜡烛两头烧或是什么压力造成的一些其实是没有办法用医学来疗愈的空间，我希望她来我这边能真的放松跟享受这属于她的宁静时刻。